个唐先生还有演出的这个组委会呢，还给大家。刚才请问您这个奖品是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公司生产的无影针灸治疗器，是说不用针的针灸。详细的情况就可以参阅《世界日报》《青岛报》的周刊。基本上是用一个硅石在纳米状态下代替针灸放在穴位上，你可以自己做圆，因为它可以反复使用，大概用十几年。你可以从拿一个奖券，在那个外面的台子上，你可以得到50块钱的使用。1269，哪位朋友非常有？哪位朋友啊？仰向那边，我们看到有位朋友。我们热烈的掌声让他表示祝贺。1269，哎，我们这里头啊，怎么？哦，还有两个抽奖啊，仰向可惜，你看看刚才有错过这么样一个机会啊。好，非常非常好，谢谢，来。我们也不吧，经营部。是不是感觉很好是吧？感觉好，谢谢。今天首个大奖。您有得奖的感想？就祝愿大家新年里更上一层楼，发更多的财，谢谢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好，那么谢谢徐总裁，那么也谢谢徐总裁开源广进。谢谢您。好，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大奖。大奖，今天呢带来一个太阳能的净水器，它呢用可以用它做水，24小时一直可以用的，有太阳就有做水。那么说呢是加拿大这里设计的，中国生产的。那么说呢质量呢可以用到25年，是这样的。那么说等一下抽到的呢，我们卖的是2790块。但是呢客户抽到以后呢要付大概我们占的1000块钱，要付1790块。好，那么说好，这个是没关系，给大家这个来一个预演。这位朋友拿的是1295，给朋友们诚实的没关系。我们那么谁是真正的1095？1095是哪一位朋友？1095是这位朋友。祝贺你，请到台上来。1095，没错。我刚才在台下是不是有点紧张啊？到手的1000块钱差一点没有呢，被别人领到。好，谢谢。这样的，这个你这次金手指又把运气带给谁？好，欢迎呢。1099。1099。书一本。1099。没人呢？不是你的。哦，哎，你好，这位朋友。恭喜你！您是不是可以发表得奖感想？对呀。我终于读一读，今年怎么样？我挣点钱。应该是没时间，挤出时间也要读一读。这是致富的，里面藏有致富的金钥匙。好。那个，今天晚上很高兴大家都在这里请。我们呢，这个相聚相依相情，这个文艺晚会非常成功。我们做了。就是不是我们做了，我就是我们有人做啊，应该这么说，一本非常精致美丽的啊纪念册。今天呢，我呢这个纪念册啊，大家很多人看了很喜欢，我也非常喜欢。但是呢，今天我跟大家助兴呢，我自己买来了10本给大家抽奖，然后呢。我又给大家买了5本 DVD 同乡会这个晚会的这个 DVD， 今天给大家抽奖。一些目的是为了大家高兴尽兴今天晚上啊。对，感谢唐先生的心意。好，来
我们继续抽出后面的得奖来宾。好，我们这次呢有请团员认可周总和蒋先生一起到前面来为我们大家抽取这个奖品。蒋先生，谢谢你。来看看有谁有幸能得到我们这次非常非常美满非常圆满的一个晚会的纪念品。让我们26 1286唐先生抽出的中奖号码是1286 1286 1286。看是谁了？哦，这位朋友。哦，你喜欢哪个？我就恭喜恭喜，今天选下一个，下一个，随便选一个，下一个，下一个，那不行啊，要留一些机会给其他的朋友。只有一个，只能选一个。这位朋友选择了唐先生的。跟介绍一下，简先生呢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大多伦多文化中心的董事，所以我们今天很有幸把他请来了。好，那我非常感谢简先生为我们颁奖，谢谢您。好，那么接下来呢，还要请另一位嘉宾王嘉明先生为大家来颁发下一个幸运的大奖。王先生，请。你好，王先生，谢谢您。好，来，我们把这个晃动一下，看王先生能把这个幸运带给哪一位朋友。啊，也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号码，王先生这个手气是不一样啊。1278，幺二七八，幺二七八 ，1278，幺二七八。我这个人是到了这儿就打雷暴工，我一共打了4年工，啊，什么活都做了，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打3份工，4点半起床送报纸。9点去做披萨，到了晚上9点我还要去龙城擦玻璃，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那么什么时候社会能够认识我们这些艺术家的价值，那么我们在这儿就有了奔头了，啊，我们。